这个立体的用，像古人就没有用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剩刷子了。办公室房间内，就是那个，还是这样子。想想刷子给哥哥给彭宇哥哥弄上面，你是不是漆不到柱子上？我们两个，你是不是漆不到上面？因为我看你所有上面都没漆耶。哎，德德跟想想，德德跟彭宇欢迎想想。